说起山东省的省会，大部分人应该都知道是济南。但是要说起山东的哪个城市拥有豪车最多，那可能很多人都会以为依然是济南。其实不然，山东豪车最多的城市其实是山东省著名的旅游城市青岛。青岛范围内的豪车数量近几年增长迅速，千万级别的保时捷918整个青岛就有两辆，百万级别的豪车不说满地都是也是非常常见。在青岛的很多停车场里，豪车都是组队停放的，让人应接不暇，看多了甚至还会产生视觉疲劳。弗莱纳 P4XL 在全国范围内仅有几台，其中一台就在青岛。这款车的起步价在480万人民币左右，但是由于该车是定制款，五六百万一台车也都是有可能的。而另一款奔驰 SLR 敞篷整个青岛只有一辆，全国范围内也很少见，二手车的价格就高达500万左右。网上也曾经出现过这样一张图，在青岛的一家洗车店里，整整齐齐地停着三辆豪车，一辆白色宾利，一辆劳斯莱斯幻影和一辆迈巴赫62，三大豪车品牌齐聚一家洗车店。看似偶然的情况，却显示着青岛内在的土豪。在青岛的一家酒店里，一辆古斯特和一辆慕尚并排地停在酒店的停车场里，引得人驻足围观。青岛的豪车主要集中在市区的东南部，这里临近黄海，风景优美，是青岛的富人聚集区。在这里某些小区里，人们甚至组团去买宾利，随便进入一个小区，很有可能就看到几十辆宾利，令人瞠目结舌。试问在山东还有哪个城市豪车数量能比得上青岛呢？